拍照打卡亮点，晚上可以这么漂亮，因为我们就在这一块天然的画布上来展演这个光雕秀，所以2020年的光雕秀赢获很多很多的好评。那但是因为遇到疫情的关系，是我们去年本来要办也没办，但今年因为我们要举办我们2022的城市博览会，那我们认为在镇滨这个地区呢，不能够缺席我们的海派浪漫光雕秀，不能缺席哈。那海派浪漫光雕秀，容许我再用一点点的时间来跟大家一定一直敲碗说我要看，我要看，对不对？想看了，是没错。好，那就是我们的海派浪漫光雕秀呢，就是以这个当画布，那我们会跟在地的艺术家结合，以他的素材来做这个播放，等一下大家就可以让明珠来跟大家抢先看。那但是我想今年最重要一个亮点，除了艺术家的作品以外，打在这个上面很漂亮以外，我想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我们的市民共创家门。对，我们这一次特别跟我们的学校合作，有我们的学生的创作的作品，我们让他跃上这个大荧幕，让这个画布成为他们挥洒的一个空间。另外我们现在也在做增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，我们希望市民来共襄盛举，甚至是外县市的民众都可以来投建，只要他获选以后，我们就会把它打在这个色彩屋上。等一下会带大家抢先开箱看两个夜间的灯光秀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曝光过，一个是阿根纳造船厂的夜间灯光秀，还有一个就是众所期待的海派浪漫灯光秀。请大家好准备你们的相机，放松你们的心情，然后今天潮艺术的 party现在开始。也先预祝今天晚上的这个晚宴可以能够顺利圆满，来这个大家很 free 的来进行。那也敬邀各位策展的朋友，还有我们所有与会的嘉宾，把自己好朋友、我们的这个同事，所有都带来，来参加我们未来即将展开的城市博览会。城市博览会，欢迎来基隆，让所有的基隆市民或者外县市的观光客，他们对镇滨的想象已经不是只是一个渔港渔民作业的设施而已，它事实上变成是一个让大家可以跟海亲近的一个地方，从早上到白天到晚上各有不同的特色跟展演。记者黄日升，基隆报道。